我是澳大利亚大华联会的会长梁霄，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中国加油，湖北加油，武汉加油，武汉加油，武汉加油，我们同家乡人民心连心，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加油。黄冈中学校友会第一时间发起了全球校友援助家乡的行动，前方打仗，后方支援，湖北黄冈加油。广大海外华人华侨十分牵挂家乡的亲人，纷纷组织起来捐献资金，购买医疗物资，支援家乡的疫情防控工作。在家乡人民积极投入病毒防控工作中，我们在德海外华人华侨绝不缺席。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加油。湖北这次遭此疫情，我们河南湖北同乡会积极处置处务，我们湖北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我们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湖北加油，抗肺炎保家园，武汉加油。南澳湖北同乡会为湖北加油，湖北加油，武汉加油，武汉加油，武汉加油。旧金山北加州湖北同乡会已经募捐将近4万元美元，南加州这边也募集资金近10000元，同时我们的第一批物资10000多个医用口罩和这个 N95 口罩将在明天启动，由航空公司运往长沙，立即传递到我们的协和医院一线的医护人员的面前。有大家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最后战胜 SARS。 武汉加油，武汉加油，武汉加油。南澳湖北同乡会为湖北加油，加油。我是刘春，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收到募捐超过15万美金，同时我们武汉的行动小组已经向武汉和荆州地区发放了30万只口罩、3万多件防护服和1000多台温度仪。我们昨天还组织武汉的行动小组向我们纽约侨胞在武汉三镇的6位生病的家属送去了医药、口罩和食品。我们就想做点事情，为侨胞，为家乡，希望这场灾难早一点结束。湖北挺住，武汉加油，你们是最棒的，武汉人是坚强的，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瘟疫的战争。我们西澳湖北同乡会暨总商会马上行动，在短短几天内筹集了1笔善款，我们已经购置了一批紧缺的医疗物资，准备马上发往湖北支援一线的医务人员。我们相信只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我们一定能够打赢这场战役。湖北加油。我们捐款捐物一直在行动。第二，我们成立了法律专线。第三，我们成立了澳新新冠病毒零售工作组。第四，我们号召全球华人华侨律师代表为灾区以及受影响的华人华侨提供法律援助。第五，我们号召南太地区20余国主流媒体、爱国爱侨人士以及国际友好人士为中国发声，为湖北加油，为武汉鼓劲。我们希望武汉越来越好，武汉人发挥武汉不服输的精神继续前行。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